在各位的这个加油站。那我们的滑板就是为什么今年出来？所以二四，然后风量要手动转到主题，转到两段，就跟上次一样，24度两段啊，音响就不要开了，等一下。然后另外就是定速是这边，在右下角这边有一个拨杆，啊，它有两个动作会完成。各位全国的网友，大家好，我是 Super， 哎，我又来了哈。还记得五个月前，也是在这个地方哈。那我们那时候就期待 UCA 呢，可以为我们再办一次比较属于大众哈的经济省油胎的这个测试。果不其然，很高兴这次 UCA 要办了这次的活动哈。那品牌的选择一样是马牌哈 ，CEC5 上次的冠军嘛，米其林的 Energy Survey Plus。哦，还有这个我们全世界第一大品牌普利司通，台湾生产的 PZX 啊、哦、PZX， 还有这个国产品牌马吉斯 iEcho。大家好，我是子熙，这位是大鲁哥，很高兴我们两个这次又搭档来参加这次的轮胎测试大赛。哦，其实也能这次能够再参加也很意外，本来在参加报名之前就有点犹豫，来参加这个事实上是蛮累人的，然后可是心里面又有一个精灵在提醒我赶快来参加，赶快来参加，然后也很希望能够为恭逢其盛能够参加这次的那个省油测试，然后很幸运的又被选上了啊。这次的测试比上次又更专业了，因为上次有一些意外的状况这次都能够排除，而且这次又加入了那个 OBD2 来测试，又多一项数据可以参考。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油卡的大型活动，那我觉得这种油耗测试的活动，那我觉得很值得来参加，因为第一，这种油卡主办单位很有心在服务我们这些参赛的网友，然后在轮胎这方面呢，让我们可以体验到这四条轮胎的优异性，然后跟差别性。这个活动是看那个测试轮胎
那他这样子，我经历过玩的时候，打破我的旧的概念，就是说不是品牌就是最好的，然后你要自己来体验。开心能够参加这一次 Yuka 办的活动。那我们这次测的轮胎总共有四款轮胎，有马吉斯、马牌、普利斯顿和米其林。那我们现在已经测完三款了。那这两天我们就在国道五号上面奔驰，来回的奔驰，有时候会绕到已经不知道第几趟了。那很开心有机会可以参加这个试验的活动。那希望慢慢的收集数据起来，晚一点再发表分享给各位网友，谢谢。我觉得这次这个活动啊，非常的有意义啊，因为可以让我们客人更了解说我们每一种轮胎它的性质，还有它的油耗程度会大概落在哪边，然后再透过四个不同的车主来测试，然后会更精准，对，不会说只是单凭一项测试的数据，然后来评定说这条轮胎它的油耗程度或者它磨耗程度的结果到底在哪边。